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近日因台湾价值以及后续双方会面主被动问题隔空交火。柯今上午启程前往欧洲考察，受访时又被问到是否还会与段见面，柯秒回没有啦，谁理他。联合新闻网报道，记者询问柯文哲昨与总统蔡英文同台视察北市健康公宅，互动看起来蛮融洽的，以及追问是否认同小英的台湾价值，柯表示双方互信基础还不错，应该还好，让人民过好生活，照顾年轻人都是政治基本条件。记者接着提到，柯文哲在欧洲议会演说比利时时间31日晚间时是否会提到台湾价值，柯仅回稿子还在写，至于近日是否还会和段宜康见面，柯毫不迟疑地说没有啦，谁会理他。